在收拢啊。对，马哥快点来当下工具人。不是不让你上场呀，就是你进一下游戏。算了，我随便拉一个吧。今天又没吃饱，呀，今天应该吃饱了呀，兄弟。进嘛，今天又没吃饱，进。拉你了，那个水友。哇！那重新换一个。赢了就去睡，呀，不赢就不睡。今天战绩怎么样？你们？今天战绩还可以，但我今天状态太鸡巴差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贼他妈下饭，感觉生病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玩的英雄太惨了。啊？不是，真不是。我今天状态没对，我自己补兵的时候就摸到键盘鼠标有感觉，感觉有点折。我很吃状态的呀，你懂的呀。我操！谁跟谁 solo 啊？啊？你跟谁 solo？ 牛奶跟熏熏，我感觉熏熏要招。牛奶这逼练他是会 solo 的，他练过的。但一般像这种新人，他是没练过 solo 的，容易招，而且是打野。可以，容易招，这我懂了。对，真容易招。牛奶是有东西的，好吧，不可小觑的对手。YM 一弹幕打野，虽然是被淘汰了，但是曾经王府顶、韩服顶峰800分。这也太顶了。曾经一度觉得是俱乐部没有给他机会，他觉得他一点都不比宁王差，凭什么上的是宁王？是俱乐部不公。如果给我机会，站在 MVP 领奖台的就是我张青，菜园子张青。我尼玛，什么东西？尼玛裂开了呀！坏了。你在玩的什么？不，菜园的张青是张青，不是青。OK。英雄联盟好不好玩？啊？英雄联盟现在好不好玩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打不是，今天他妈不好玩，就打得好的事就好玩，打得不好的事就不好玩。这逼游戏就这样，就你能杀人乱秀的时候就好玩。杀不了人被别人打的时候就不好玩。今天英雄联盟贼他妈难玩。我最近很喜欢看比赛，但是我不喜欢玩。我也喜欢看比赛。哇，等 LPL 赶紧开赛呀，我要看自己的对打比赛呀，兄弟们。你他妈看自己的对打比赛，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。你在台下会好紧张，巨他妈抽搐，巨紧张。鳄鱼打女刀，鳄鱼好像是很克女刀的。熏熏是女刀，牛奶是鳄鱼，不一定，还是女刀也有机会，鳄鱼有机会，看玩，看怎么玩，看大家。可以，懂了，看操作。全军出击！熏熏不会鳄鱼女刀吧？没看你玩过。对，我没玩过鳄鱼，不过还行吧，应该能玩。来个表情很严肃，兄弟们。这下痛了呀！
耗惨了，耗惨了。右边，高天元也关注起来了呢。最近疫情呀，一所现在来不了呀，一所现在害怕呀，一所的父母特别担心，好吧。鳄鱼还可以，挺老的。牛奶现在塔之子，进入了塔之子模式，被耗了两瓶药，现在不敢随意被耗。现在补刀的优势是四刀，然后我收到了警告。是什么物了？这条感觉是可以杀了呀！可以有雾开。哎呀，玩溜溜，完了没了，我在玩溜溜。看到此刻是什么心情？怎么说？还需要一把证明自己吗？太激动了。还需要一把吗？米尔克干的。别怂了，奶哥。奶哥别怂呀！来来来来来。对，说实话，这把给牛奶打个分好吧？三国第一猛将之行道容，必他莫属。哇，完全没有抵抗力呀！退退了，退了。哇，太他妈蛇皮了！退退退退退。你、yeah, 看，我说实话，我这把真以为牛奶能赢，因为感觉牛奶收入打得多一些，叫什么黑白灰灰灰。嗯，好好。哎呦，来再来个工具人，再来一把。我来不了，我来不了，我岁数大了，跟这些年轻人动手欺负人没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吧？我看一下。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长听影子，长听，长听影子，长听影子，提起他。哎，鸭肉没有鸭肉，要长长的长。长听，长听影子，提起他。哎，可以再来一把。给瓜拉听一个机会，好吧？哦，啊，又洗回来了！我操，这个可以用了，这个很他妈强！哇，但是不是三攻？哇，为什么不给我出个三攻？但不洗了，直到下一个包我装备的人来之前，是必不可能再动那么一下的。十二九，十二 boss 三。又他妈洗回来了，幽默的中大大，幽默的中大大，对，只能等猛男来接我的装备代洗，自己是不可能洗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没关麦。你那个攻击有上限吗？还是说全部都是十二？还是十二码？最高十二，然后呢，其次是九，最好的就是十二九九，有可能变异就是十二十二九。如果你起出十二十二九，我可以做你的男宠七百天。
那如果三个十二怎么说？如果三个十二，你这辈子是我的爹。但没有任何机会，因为这个游戏十多年了都没有人出过。哇，这个已经很好了，先用了，兄弟们。血能看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商人接我的装备全部亏钱，他们接别人的就这种类型的也不会亏，就接我的就一定亏。你妈以前玩逆水寒的时候，有个主播虎牙的，叫浮夸，本来别人直播播的好好的，然后接我装备，接着最后谈恋爱的钱都没了，就亏了好几十万，亏惨了。就不知道为什么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不知道我落手行不行？就我在商人身上吸了太多血了，真的很多老板都是被商人放血，我在商人身上吸了太多血了。把他们吸惨了，一只巨大的肥硕的水蛭血蛭抓在身上吸伤的血，吸惨了。浮夸这辈子的愿望就是赚一次流魔的钱。这把诺手打女刀，感觉奶哥又要洗碗，除非他抓到机会。星星带的什么？带的点燃吗？对，我带的点燃。我操，这怎么刮到了？牛牛，我操！他也死了。我操，找到机会了呀！他就我跟你说，他打你，他就找这一波机会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。他打你，他就只有这一波机会。你要说这句话。他打你就只有这一波机会，但是你还被他逮到了，因为他知道你已经学的 Q， 他必在这一波宰你。牛牛。牛牛牛。怎么说？来把无限火力，水友们。可以，三局两胜吗？还有一把吗 ？Final， 可以可以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亚翔去打把无限火力了，兄弟们。那来来来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我看一下，叫什么？黑白灰灰灰，黑白灰灰灰，啊，这个兄弟叫，再来个工具人水友，好吧？女刀打诺手就是二级这一波机会是最好的，就这一波。特别是前面换血亏了的，来个工具人水友，再输吃键盘，再输吃键盘，可以。呀，不进，跳进，我看一下，
哎，这把能不能你们玩 指定英雄来把秀的，兄弟们，威廉宝宝哥，你指定吗？对，就你们两个都一定会的，盲仔。玩什么？盲两个盲瞎子。对，其实很不好玩。玩过。也是吗？对，盲仔说的不好看。那别的感觉也没什么了，还是你们自选吧。呀，不进呀，发了 ID 的不进。哎，玩奥巴马呀。常德江流儿，哎，好像你们都会玩奥巴马吗？也可以啊，牛奶也会玩奥巴马。那奥巴马怎么说？都一样英雄吗？对，来一把吧，卢锡安 vs 卢锡安，细节的平 A， 细节的操作。Everybody 欣赏一下。亚索不会呀，亚索他们不一定会呀。卢仙可以，亚索卢仙也挺操作的了，卢仙挺操作的了。亚索也可以。对，我很烦，我也知道我头发贼长，我现在看上去跟他妈个野人有什么区别？我这个头发呀太长了呀，但是不敢出门去剪头呀。啊、不敢出门啊？自己剪呀、啊？你自己剪的吗？我自己剪的呀。哇，我的头发自己剪太难了呀，我是最难剪的寸头呀。我是那个把前面的刘海全部剪了。我不能乱剪呀，我是寸头呀，寸头很考那个技术的。不是直接推的，他有些地方要留的，有些地方要搞的，反正就是我去剪寸头的时候，那种会玩的那种理发师都是一剪就剪好久，就各种操作，要操作半天，而且剪的好看和不好看的差很多。我遇到厉害的理发师就剪寸头的，剪下来我看上去少20斤，遇到不会的直接就胖30斤，这样剪下来的整体效果可以直接正负差距50斤，就是他剪的好与不好，所以要这很吃细节的。偶像包袱，嘿，兄弟，我有刘某有偶像包袱，哇，我是什么偶像？我他妈蜡像，我偶像。哇，奇袭之一级学艺 ，Milk God。骸骨，牛奶带的什么天赋？这边带的骸骨，牛奶带的猛男冲击。我操，差一点点，扛了下塔，这下不好说了。牛奶有点火，感觉机会大一点。
单位有中了也死不了吗？Nice， Milk 刮大厅 save 了点火，这一波直接强攻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我操！哇，还可以 ，Milk 还可以，今天证明了自己不是三国行道容。但为什么每把都是在抗压，也不懂。对，每把开局都是塔之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怎么说，马哥来不来搞一把？马哥，嘿，马老板，我不玩。呀，马老板，马老板，妈来给大家表演一把呀！回头。黑网吧他妈收入 king， 这他妈不出来支一下牛奶，我操！退了，耶，那水友退了，睡着了吗？哎，